各位学员，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各位同心，各位同志，大家早安，大家好。感谢大家吼，为着咱台湾的未来吼，来参加这个法律的课程吼。今仔头先，我来甲介绍一下吼。咱今仔讲看会到咱岛屏遮吼有两北斗嘛吼，一个是艺术美展。迄个伫上正边个吼，带咧内底皇宫内底吼，迄毋是迄两只牛啊吼，迄是皇宫个迄两个家长吼，主要就是咱即下看会着这图片遮吼，咱个皇帝甲皇后吼，咱对外咧声称吼，就若亲像咱咧介绍咱个时代人啊，比如讲我姓温吼，我人家讲我是温某某个后生啊。比阮爸爸嘛，又讲哎，吴某某，我嘛袂晓讲讲，对伊讲讲吴某某，所以讲，咱若咧介绍咱的国家的大家庭的时阵，咱对外欢迎称就讲吼，谨上陛下，吼，大家千万记得谨上陛下一定爱随时吼，甲挂咧嘴内底，放喺心肝底。谨上陛下意思讲，这是咱岛的时代人，我是大日本帝国臣民，天皇陛下呀，这阵也是日本国安尼咧使用吼，咱对咧用嘛不要紧，但是咱爱会记讲，唔好叫直接叫日本天皇，日本天皇那参像讲人直接称呼咱的士大人，士大人，吴某某，我就讲这阮爸爸，转一下，这是一个礼仪吼，来个介绍，今日的题目吼，台湾法律台湾。我叫做文青子吼，我出世伫昭和47年，初级班是13级，行政班是第1级吼。今日题目其实遮拢看有吼，台湾法律台湾吼。这今日这是即张吼，这是咱过年期间咱一个同心吼伫网络上突发奇想的林谦。咱看即下伫台湾地理当局新闻拢会大查。今年抽到什么国运签？什么好事啊？好运啊！即下抽到无好的签，就是过去搁抽。即蹦蹦跳跳，伊是最主要是啥？甲咱本土台湾人迄个思想，甲迄个迷信的观念牵引，你看袂到即个新闻背后的真理。但是背后的真理是对，伫遮。法律零签才是正港，保障咱本土台湾人。对啊，2014台湾民政府林谦吼，这有五个判决，包括这吼咱所主要的这个观念，后续这五个判决我来做解说。这个法理林谦才是正港的吼，咱莫阁去想讲这个啥马祖伯啊吼，还是对啊去抽迄签国运签，真实的国运签是因，咱知影秘书长我讲啊，6月至8月。美军的入来，国文签会安怎？大家心内拢有一个底嘛，吼，那是因的代志。咱本土台湾人，咱处理咱的代志，因为咱是去用占领，因是代理占领，因爱走因的代志，咱爱分好清。咧课程内底，听无台湾话举手，拢听有吼。前导介绍吼。民间迄个经常白下场所，新民英雄的词语就是讲礼貌，讲话像讲话就是迄个言辞嘛吼，咱都要介绍讲谨上陛下。这是旧年是2013岁元嘛吼，但是咱的纪元是弘治2673年12月23日吼，接受的写真就是讲，即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内阁吼，旧年去参加的。徛伫第一排，新民徛伫第一排，国库民伫第一排后壁。即就是讲，照即个礼仪来讲，虽然讲新民有可能坐游览车会较重大，但是因遐足够早的哦。知影迄个时间要去甲皇帝接收的时阵，因会足早去。但是咱排伫后壁无到紧，但是头前一定会留一位，互咱的内阁遮去参加接收的遮团。几个团嘛吼，直接去来遮，离皇帝30公尺，这头前全部拢安尼人吼。民间大日本国
第一下吼，基本的标准的思维就是像安尼吼，鞠躬，吼鞠躬啊手啊好，安尼，这标准的，无握手哦，哦没有握手。哦，你的态度决定你的行为水准。哦，这是迄个丹麦王储。哦，这是丹麦王妃。哦，这种足大的吼。啊，这像习近平，这奥巴马、李明博，哦，这一看就知啊吼。像有捌礼仪无？足清楚的。哦，这我看会出来，伊是英国王室的，那看到咱的大皇帝来扮鬼，这有原因伫底吼。穿衫嘛要注意，吼、哦，唔好穿短裙。标准的，女将、男将拢同款，吼、哦，脚、手拢爱包起来，然后，吼、哦，就是安尼，这标准的。哦 ，wrong dress 就是穿唔对啊，吼、哦，这适合的衣着，就是安尼，吼、哦。世界元首为解说明就是皇帝、大法王、大国王，吼、哦，过来大统领的总统嘛，首相。咱的大皇帝吼、哦，比迄个罗马教宗较悬，但是差不多，但是有较悬过吼。过、哦、来则是轮到美国的，英国的女王吼，过、哦、来是美国的总统。美国总统比首相，比一般的总统吼，习、哦、近平伊遐拢伫遐，所以习近平甲李明博敢会用直接甲咱的大皇帝握手，这是不合理的吼、哦。世界为解吼，这他有讲啊吼。哦支那总书记上下骹，伊甲伊握手，唔对啊吼！啊，所以咱大学员啊，心态一个强面就是讲，咱身份是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的臣民，因着咱金上陛下国际地位的尊贵，咱本土单人叫做福尔摩神吼，因以为荣耀，找到咱真正的身份，认清国际地台湾的国际地位。You are foremost empire of Japan， 吼、哦，一定爱记咱的国籍是啥？Empire of Japan， 大日本帝国，不是日本哦。这个日本国是叫做国库民日本国，因是为大日本帝国的明治宪法，家己因为用修宪大日本帝国的第73条修宪条文独立出去的。吼、哦，伊种个宪法嘛，甲原来宪法无共吼，再搁讲吼，这个、大统领对咱迄个大皇帝吼，握手，但是有鞠躬哦，有鞠躬哦，哦。无礼貌哦，总书记无有鞠躬，伊照伊个礼数，看到皇帝爱跪落来吼，足、哦、正常诶吼、哦。咱本土台湾中年书记对，哎呀，好伫遮吼，即逐年拢一定会去吼、哦。台本帝国诶靖国神社吼，也是去呢。皇叔的遗珍，遗出在大正时期为国捐躯的台湾英灵，拢总偌济39100位，由日本人永生敬拜。即伊讲的这日本人，就是包括大日本帝国臣民，甲日本国的国民、日本国国民是两个无同吼。伊即马伫安倍阿未修宪甚至废宪之前，伊即马地位基本上是无同的，甲大日本帝国我们。不变，因为我们是因为被占领嘛，这样调起来。但是咱的原本的国籍无变，咱的国籍不是日本国会当做决定的吼、哦，所以咱的法律当中的身份地位，大家爱一定爱认清吼、哦。中华民国中列书无奉受着二战时期为国捐躯的台湾英灵吼，连去用游击拍国共内战的单人拢无伫内底，伊只伫内底无超过100个吼。哦12月21日，吼、哦，这网络上就看有啊，吼、哦。咱迄个内阁包括所有参加台湾民政府的人员拢伫内底，吼、哦。啊，会当发现着一件代志，去参加的时阵，内底无美国的国旗，为虾米？因为是咱对靖国神社的人内底来讲，美国是当初的敌对国，我们为了要对为国捐躯的英灵表示敬意，所以没有。带美国国旗，因为之前不知道，哦，还不要紧。哦，咱今年咱要看安倍晋三吼，去年的12月26日拜四早时11:30左右哈，穿穿着礼服去亚斯库宁啊，伊讲伊是要亡灵汇报执政成果，哦，允诺永不再参战，但是后来又把这条给删掉，哈、哦，为什么？因为中国
一直挑衅，所以势必会有一个小小的战争哈、哦。那看嘛，伊在内裤带哈，银色的对吧？玄机伫遮哈，也代表崇高的敬意。那这注目哈、哦，台湾民政府内阁人员跟日本国安倍首相，应该总理了哈、哦。领带颜色巧妙之处，好、哦，你要看下大家哈、哦，南疆呀，都用银色的。哎呀，挂银色的，哎、欸，有玄机哦，哦，背后一定有人在帮忙，跟他提醒，哎、欸，你马起来的，你现在安倍这个挂出来，因为家己甲咱讲吼，他伊的心甲咱做伙，伊虽然无做伙去拜，但是伊知影，咱大家拢共同一体，好、哦，敬拜靖国烈士英灵，39,100名台湾人吼，拢伫内底，好、哦，用带线灯笼的限定啦吼。哦战末马嘛有呢，买吼，叫啥？搞军犬，就拢做伙摆，就叫啥？生命一切平等，哦，拢做伙摆。连婚戒嘛有，哦，因为以前咱知影嘛，在战场无可能用快递嘛，所以一定用婚戒。上早的战争，伊比如讲是日露战争，大日本帝国甲俄罗斯对沙皇的时阵，吼、哦。母亲是战士伟大的后盾，所以妈妈也算在里面，哦，所以讲对啊，家的就像妈妈，咱所有伟大的女性在家的，给十波人为着国家奉献去前线，跟敌人做战斗，哦，妈妈也很重要的，哦。日本国、哦、对着美国的国务卿跟国防部长雄雄拜访那个参拜千岛院很惊的那个当时去年的十月初三、哦、为什么这件事千岛院就是靖国神社、哦、为什么因为这个意义、哦、就是说台本帝国的美国这件事要做大和解、哦、这有很大的误会在里面、哦、那我们现在来介绍、哦、台本帝国现在现状就是说台本帝国的国旗是日之丸的颜色是红豆色红豆吼、哦，红豆色。伊个国体宪法是啥？大日本帝国宪法。伊种啊，日本国个宪法，伊就是向修改一条，第四条就讲，天皇元首个统治权全部拢伊拢总揽，伊管国家代志。所以第四条，日本国种啊，目前个昭和和平宪法无一条。过来是第九条，第九条就是宣战权。这两条用改掉，上改麦克阿瑟改。哦、所以等于讲，就像日本国来讲，伊是美国的殖民地，哎，大家大家了解吼，好、哦，啊，咱是啥，叫吊起来，大日本帝国的姓名，哦，啊、因为为啥判官叫做无国籍？因为台湾的最终地位决定权是在美国总统跟金上陛下，哦，不是日本国，日本国他为了保留他自己原来的安全。由日本国的国民，他后边来讲哦，为着因家己的安全、甲利益，先暂时先抽起来，抽起来。由吉田茂一个人哦，对48个国家保留着大日本帝国的命脉伫咱底，就伫咱在座各位大日本帝国的姓名，咱大家拢是命脉，而且担负着命脉的这个重责大任，必须要另外承担的义务，就是承担。战争者爱害战争者、哦、日本国的国旗甲大日本帝国的国旗无同哦，国体无同。和平宪法改组民治宪法改对一条，第四条、第九条然后讲吼，效忠对象的天道无同，伊是叫虚伪效忠，吼、哦，虚伪效忠金上陛下，领土范围嘛无同，吼、哦，日本国家有北海道、本州甲四国、九州，国家一个 Okinawa 迄是联合国，到美国后来。经由迄个清定书吼，好、哦，搞等后日本国托管，因为日本国主要是加入联合国，加入联合国等于讲伊是联合国的成员，伊就是爱负责管理 Okinawa 吼、哦。大日本帝国的国土范围比日本国的领土范围较广吼。在2020年修宪完成之前，日本国仍处于无正常的国家状态。2020年是安倍，
哦，安倍日本国安倍总理讲的吼，2020年也搞修宪这個工作完成。台湾内讲宪法的更改吼，伊是近代的君主立宪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吼，当时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就是奥运就是公布时期吼，明治宪法的纪念日吼。啊，伊这部叫做明治宪法和帝国宪法，但是相对于日本国宪法，伊叫啥？古宪法，佮战前的宪法，哦，常常会讲看到因的称呼吼，战前宪法。因讲的战前宪法就是讲咱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吼、哦。伊即马虽然讲头下咱看的吼、哦，有写着天皇迄部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伊面顶有写大日本帝国的文字，但是当时不是正式的国号，伊是甲当时昭和十一年的1936年，国号才正式统一叫做啥？大日本帝国。哦，甲昭和十一年的时阵吼、哦，才开始统称叫做大日本帝国。哦，伊这是明治宪法的诏书甲帝国宪法的本文。哦，这个上重要的观念就是讲，这个宪法会当实施公布，是因为皇帝的诏书，吼、哦，皇帝诏书颁布了，帝国宪法才会当的施行施过。陛下的诏书权力啊，比帝国宪法较大，吼、哦。条文内容就是大本帝国的宪法内底有7章76条，吼、哦。所以任何国家大事来讲，就是爱皇帝的诏书颁布这个物件，吼、哦，伊的条文啥措施才会用来做施行，包括正日本国。日本国虽然以虚位效忠金上陛下，但是伊的安倍总理的任命权，同款爱报予大皇帝，有大皇帝盖迄个玉玺吼，盖了才正式吼上任安尼吼。大部分个更改就是讲吼，伊第73条宪法的修改，甲现行伊的日本国的法律制度的关系吼。日本国宪法是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第73条旧的规定修改吼，得到全面修改，为着这个新的日本国宪法。当时日本国宪法是1946年11月13日哦新立，伊是1947年5月3日哦施行，无同吼。伊是根据日本国宪法98条第一项新的吼，伊是伫前提之下吼，伊讲新宪法啊相违背着甲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就同时失效，而且讲无另一个解释，就讲只要无违反新宪法的内容，伊等于旧的法令在日本国实行完啊有效，吼、哦，伊就是为着要保全嘛，吼、哦，伊后壁有写，吼、哦，这东西，哦，伊就是讲那物价统治应有所谓波兹坦勒令设令的赐令的讲法律政令啊，新的无色，旧的无变，吼、哦，新旧相图。冲突的以新的为基准，哦，而这样以目前日本国宪法来讲，吼、哦，而且日本国宪法内底，吼、哦，伊前言内底有足清楚，为啥伊会安尼改，吼、哦，有呐，只要讲日本国国民决心通过正式选出的国会当中的代表以新行动，为着咱甲咱的子孙确保以各国人民合作而取得的成果甲自由。拖助咱全国的运费，消除因政府的行为而在处发生震后，就因宣布主权属于国民。伊讲的这個主权是啥？主权的管理权就是管辖权，但是主权没有变，一样是在金上陛下哈。伊在伊就是讲，当初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迄时阵的日本政府宣战嘛，宣战，但是伊要改划清界限，所以在制定讲。日本国宪法重申就对了啦，所以讲咱大日本帝国原先迄个大兄，因为咱是后来才入去嘛，啊，伊入去咱是小弟，咱的大兄二次世界大战死去啊，安怎死的？伊家家己独立出去，换一个新的一个身体，所以基本上伊是小弟，伊怎啊变小弟啊？啊，咱小弟弟孙变大兄。咱变哥哥啊，所以因日本国看好咱台湾的吼生命，基本上咱甲伊来讲，即下目前来讲吼，咱较大吼、哦。日本国的宪法内底拢即下拢总有11章，
103条吼，伊第九条是啥？放弃宣战权，啊，佮经的啥？普世价值，男女平等，女生嘛也应该参政吼。伊日本国的新宪法内底有加这两条，但是第原来第四条啊第九条，第一本第五第四条第九条伫内底是无啊吼。伊佮台澎群岛的关系就是讲，虽然战败，但是无灭国哦，吼，无灭国，没有灭国。哦，大日本帝国宪法是被美国压制，没有取消。那台澎群岛因为没有因为任何法律文件，包括旧金山合约，脱离大日本帝国架构，而是日本国脱离大日本帝国架构，提早获得自由。咱台澎无因为旧金山合约脱离大日本帝国，无，咱的身份无变，只是讲咱的皇帝，包括咱，叫调起来。哦，咱身份无变哦。吼、哦，啊！日本国为啥当初讲伊日本放弃对咱的管辖权？因为伊要提早获得自由嘛。吼、哦，所以基本上伊就做这個动作。吼、哦，伊琉球政府，吼、哦，伊是提早获得自由，就是讲主要政体，大日本帝国主要政体是台澎群岛、台湾民政府。哦，所以台澎群岛是目前大日本帝国唯一的护长。哦，日本国。琉球群岛、八方树岛、主岛、哦、新南群岛均为大日本帝国台澎群岛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管的对，金上陛下哦，就是人讲的日本天皇哦。本土台湾人，这是正港日本人尊敬的大日本帝国皇民，至今仍然在政治力量中做奴隶，偿还大日本帝国的战争债，然后尚未签署和平条约。哦，大家记得爱记得哈。因为决定台湾配合是日本政府，就是日本国，但是伊无权利甲咱做任何的剥削哦。台湾帝国的国境甲日本国的范围，他咧讲的迄范围吼，那看这是八方四岛、北海道、就是、北海道吼、本州、四国、九州，啊，这朝鲜半岛规条拢是吼，因为现在朝鲜半岛算大日本帝国的国境。因为日韩并合条约哦，来对甲管理权永远交还哦，交予迄个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吼、哦，后壁来讲哦 ，Okinawa 台湾个新南群岛，啊，迄、那个旧金山合约来对吼，有一个部分是讲有南极洲哦，旧金山合约个一部分，大部分大家拢袂去讲南极洲的部分，迄嘛是大日本帝国大皇帝伊有宣誓权。即讲个宣誓权，日本国，诶，就像日本政府的，日本国，他现在是放弃那个宣誓权，但是宣誓权现在仍然在大日本帝国大皇帝手上，哦，啊，这就是帛琉迄地的部分，哈、哦，南，伊是啥南洋嘛，哈、哦，南游，哦，大日本帝国国旗是日之丸什么红，跟。日丸的国家有帛琉、孟加拉、辽国、尼日啊，日本国。日本国日之丸跟大日本帝国日之丸一样红吗？哦，那看嘛呀哈，日丸三兄弟哈、哦，这就是帛琉、日本国跟孟加拉哈、哦。帛琉的国旗哦，这维基百科大家可以查哈、哦，有日丸、孟加拉，完了有日丸，好、哦，这都一定有跟咱有做接触。刚刚咱的日文真好，所以可以做国旗。好、哦，哦，辽国、东南亚这嘛是啊，吼、哦，这代表嘛是日头。尼日，完了日头，诶，非洲诶，好、哦，给色卡来比吼、哦。大日本的帝国的日之丸跟日本国的日之丸无同款，这比较硬吧？你只要看下国旗，也比较硬吧？日本国的国旗。哦，这较红豆色的，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国旗，哈、哦，给色卡来比就知哈、哦。为啥讲大日本帝国的国体仍然存在？哈、哦，这18页八重局，哦，这大龙看会到哈、哦。因为万世一系的大日本帝国大皇帝永远存在，皇帝啊，搁伫地，大日本帝国的国体就永远伫地，哈、哦，大家爱记这句，哈、哦，这是叫做万国公法内底。国际法律，好、哦，大政奉还，大家即马咧，大家咧拍拼一下，哦，因为咱的皇帝，咱知影嘛，
无多讲话。大政奉还伊就去开始对咱台本帝国内底所有的国家大事来做发言，吼、哦、发言。当这来讲是无正常的政治台湾现状，哦，我是想到底是想真正知影是想嘛，要阿证明身份证嘛，吼、哦。啥物叫台湾身份证？因讲的是毋是这张啊？台湾身份证，新闻你若看新闻，伊即马啦咧讲台湾身份证，不过即个时阵，咱就着开始甲笑，哦，啥？伊毋捌字啊，他不认识字啊，伊教咱看遮个字，结果伊家己毋捌字啦，咱爱甲笑，有理个，为啥物？你也甲看，面顶写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不好意思，上面没有写台湾呢、欸，哎、欸，台湾身份证你要来看我们台湾证。政府的身份证吼，那彩片上面才有写吼，一下下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诶，真趣味，我先改笑一下吼，好来，啊这帮老乡吼，这洪仲丘案件了后出来，叫公民1985行动联盟，你看偌侪人叫误导啊吼，伫脸书按赞诶至少有170,000，搁设一个活动，这今年诶1月11日拜六诶活动，晋级的公民。这话拢叫误导，吼、哦！你是公民啊，国民，吼、哦！甲看者，国民啊，起迄个叫国民，国民伊个资格甲上共款，吼、哦，拢无去详细看，叫用骗啊，吼、哦！甲拘留证共款，拘留证啥个会起？咱所知影个，费用太老，搁越南个，暂时来的。带两三天问导游的啦，就会去拿这张，吼、哦、问导游的，啊，咱赶快拿这个，这叫居民证啦，啊，哪会用去选举呢？因为啥，袂用做兵，啊，搁要保障着咱市政人的公平甲正义啊，伊敢有做有够？无，吼、哦，甲咱要求去做兵，搁叫咱纳遐个税金，吼、哦，居留证性质的识别证，这叫识别证啦。哦，这叫识别证，不是身份证，哎，甲咱骗的，国民身份证那不是伊的人啊。哦，你唔知影大秘密，背面右上角样做记号，哦，就是甲你做啥中国难民。哦，我今日有炸身份证，这张我足久无用啊吼，我摕到这张了，晶片台湾政府晶片身份证摕到了，这张我就下放在厝的，阿爸内底，我是上课我炸出来。后壁只吼，因个身份证后壁只妈妈个部分，吼、哦，只手甲摸，手摸粗粗有一排数字，吼、哦，数字头前前三个数字，前三位数吼，000开始甲180，迄有因个识别吼，000，吼、哦，因家己个人也好，也是安怎，因拢有做特别迄个嘿，所以基本上因个识别，迄是上甲咱讲个美国。美国东方甲咱讲的这个大秘密，所以因会甲咱讲哦，袂，因为咱去互通知，伊袂互咱知影遐济。迄是美国，因迄边认为讲这代志一定爱讲，互大家知影。这个、身份证伊无多证明咱是台湾人吼，咱要有诶人讲哎，我出生地，但是出生地你当讲证明讲你是台湾人吗？无多哦，美国也是非洲诶来台湾。直接出事，敢会用证明伊是台湾人？伊刚刚摕国民身份证啊，袂用的啊，吼、哦！哦，当局这所在啦，吼、哦！现在这两个号码遮起来，迄因的秘密啊，当然遮起来啊。哦，真相是啥？嗯，哎、欸，就按到了。哦，台湾努力的中国 VIP， 这个，哦，这个所在，哦，持国民身份证免做兵，免做免纳税，免投票参选。你看偌济人中计，叫人误导。哦，洪仲丘案件来看伊的兵役法，吼、哦，伊内底第一章的第一条，男子的
中华民国男子皆有服兵义务。哦，那我写公民，明知故犯的建古一对，伊后表现哈，无正常的单字，你当叫来看正常的随书便宜化的内容。哦，伊只有写哈，三阶段，公民二十至六十岁哈，家己人的，因家己人做的啊。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推行委员会，清修好，1983年。是啊，吼、哦，第五页至十二页，因就知影啊。啊，为啥爱写男子？迄就是伫字面上，互咱引君入瓮，入到伊个陷阱。吼、哦，你会问啊，为啥中华民国爱无爱发行公民身份证？毋是伊个念头吼，台湾朋友毋是伊个念头。伊后尾发行公民身份证，必须爱等于中国个念头吼，伫、哦、遮。中国的领导大家都知道这地嘛，吼、哦，老母鸡下蛋，但是唔通未记，够两地，吼、哦，我特别甲画出来，迄个角落看无，甲放大、哦。马祖甲金门，这个福建的马祖甲金门，吼、哦，这两地我伊个。为啥金门甲马祖？咱伫遐看新闻讲，金门马祖现在要出入境，在国外机构向登记为中国正常啊，吼、哦，啊记者嘞。进来上课啊，唔知影唔好白讲哦。西行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啊。哦，根据国际战争法规定，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哦，继续甲记起来哈、哦。下面叫做恐怖组织，美国对恐怖组织的定义是：第一，唔是国家；第二，拥有武器；第三，世界精兵。哦，这三个哦，美国哦，美国讲的哦，这三宾拉登哦，啊，即马搁伫地吗？对嘛哦，盖达组织的老大，伫国际战争法前伏法，啊，伊搁一个比搁较大只呢，都在处理上。嘿，行啊来吼、哦，十月初一。中国武装难民是当今世界上大的国际恐怖组织，有几啊呢？宾拉登没有旗子吧？哎呀、啊，还有那么多东西呢，飞机、船、哦、车子，规个拢有。哦，这五个判决哈、哦，咱再来念一遍哈、哦。本土单人无国籍，本土单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本土单人仍处于政治内耗中，台湾仍然伫美军军事占领中。第五。美国行政单位应主动协助原告的诉求，哈、哦，这当时2009年的4月7日，联邦最高法院的伯昂法官，哈、哦，我就是 CS 令，吼、哦，台湾秘书长有讲，咱台湾原告，咱只要伫这台湾民政府团体内底，你就是原告，但是那些跑出去自己自立门户的，假设的，你没有原告的资格，哈、哦，咱说怎样一定要造出去的，那么。美国台湾政府、哦、大日本国臣民会啊，个人旭日会哦，遐遐拢无遵守，伊有来遮上课对，但是伊出名啊，无啊，他失去原告的资格哈、哦。关于秘书长林智恩博士控美案文件资料，对台湾最终地位第三级哦。张业潘佑谦潘生底下我有讲哦，这本内底原文呢，所有控告文件拢伫内底哈。哦尤其是772页啊，吼、哦，甲773页、啊，这后续这内底拢有写吼，控美案的内底迄个文件资料吼。虾、哦、米叫做政治联合？领选票，选人的选举。哦，你要参选吗？你要投票吗？要甲害家己，阁继续沦落政治联合，就去参加投票，出来参选，吼、哦。政治联合解说伫《新谈论》600页至605页，吼、哦，拢有咧讲到政治联合解说内容，吼、哦，详细大家学员则可以甲看吼、哦。大约我提一个大纲吼、哦，违反战争法，把本土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民，政治联合的第一点，吼、哦。台湾有两种，是大行情生活伫台湾，唔捌因为移民改变国籍，是世界公民的大本。台湾人自后代 ，The people of Taiwan， 正确的国籍是啥 ？Empire of Japan， 哦，红豆色的国旗，
红豆色的，不是鹰目那个国旗，不一样哦。我刚才有说了，为什么说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的意思是什么？为土地生团起来，土生土长的，而且 The people on Taiwan 的青菜东西黑的，那都叫做红、哦、所以青菜不分嘛，所以叫做 The people on Taiwan， 尤其是台湾关系法里面他说的 The people on Taiwan， 所以保障的台湾关系法保障的不是台湾人，是中国难民哦，这样讲，咱是叫做 The People of Taiwan。另外一种呢，1945年至1949年流亡来美国的占领地，大日本帝国台湾的土地支那难民，是啊，假英民啊，哈、哦。Chinese people in exile in Taipei， 国籍啥 ？China。哦，这些人都来这，哎呀，伊马英九，我是台湾人呐、啊，马英九也就讲伊台湾人啊嘛。哦，连伊个温家宝来伊嘛讲伊台湾人，你能接受吗？系啊，啊伊都比哪等下个滴地啊吼，无死啊！伊来台湾伊嘛讲，伊来住台湾，卖讲住一个月就好啊！伊嘛用麦克风起来讲，我也是台湾人呢。哦，敢会用个？袂用个啊！吼、哦，好，台湾人有两种，美国某政策之下两种受保护的人，统称哦，统称 the people on Taiwan。哦 ，The people on Taiwan 是啥？占领地正败方的人民就烂，哦，甲因美国、中国盟友流亡跑路状态的难民，好好起来叫on，人人做伙做伙处理哈、哦。第二点哈、哦，政治联合第二点，无任何法律依据将台湾领土强行纳入中华民国甲伊的体制，这就是咱的政治联合第二点哈、哦。第三点。蒋介石集团变向殖民哦，殖民哦，殖民不是殖民哦。咧咧念的时阵，咱念台语的时阵，殖民是不的殖哦，殖民并吞日本伫台湾的财产，东收东时大量没收本土台湾人的财产。迄时阵，合意台湾人、合意的日本人加台语的日本人，台语日本人是留伫台湾，合意的日本人伊用蒋介石用军舰甲载倒来。要叫美军啊，载倒来，载无济啦，吼、哦，分几啊批，分七批，然后一个人吼、哦，上济用个赚1000块，迄是普通人，军官啊、士兵搁较惨，吼、哦。中国国民党公务人员的体制强烈排除本地台湾人的参与，第四点，吼、哦，足明显的。第五点，将全台湾教育资源完全垄断，旧金山和平条约。哦，包括要讲咱的本来的国际新闻、法律新闻，敢有伫甲咱教科书讲无呢？迄是大家主动来读真正正讲的伫遮。哦，啊伊种基本上咱的囡仔真正朋友后生，哦，敢读会着？无，因要为着管理方便，用诈骗教材骗遮个囡仔是谁？包括遮个过几工要开学嘛，因读的教材，咱看遐个囡仔刚刚足可怜的。读个册，我甲新歌啊重新啊读，还有就新歌啊吼。长期台湾社会制度的扭曲，作者哦，外来中国宪法竟然会当伫台湾运用，啊，全世界宪法哈侪破，为啥要用中国宪法？你爱不爱摕非洲的宪法？伊索比亚个起来用，敢用的？袂用的。中国人替本土台湾人设迷魂阵，甲你骗，乌龙蛇道就是安来吼，和真理甲法理完全被忽视吼。第十点，本土台湾人登记含入斯德哥尔摩症，斯德哥尔摩症是啥？强盗、土匪来到我们家，把我们家人杀光了，我们还要对他慈悲，还要包容他。那个斯德哥尔摩症，哦，政治人家真相，无愿意承认啊！这做侪人唔愿意承认，因的教育的教材，互你去怨恨日本人，无认为做日本人足见笑的，啊，你都含入政治人家，哦，把自己的日本台湾人身份变成中国人，迄个政治炼狱的开始，哦。过来啊！继续支持个校长去投票啊！你就表示校长做兵，校长
哦，参加的候选人叫做主席，投票帮凶，哦，要注意。你一票就是台湾人的武器，含海湾人沦落最深火的政治联共努力生活。这妈妈靠家，诶，大家投票的人拢有责任吼，关伫内底啊。要安扭转声音啊，吼，啊，搁宣导本土台湾新版台湾政府身份证，这身份证意义伫底？台湾政府晶片身份证会当证明吼，咱是被美国占领合法的证明文件，哦，足重要，能够证明我们是被占领区人民的身份，就是台湾政府晶片身份证，吼。伊在宪法内底吼，你也看伊旁边，在南京，吼，这墓碑，又刚好都改变，无法都改变啊，他就是灭亡，吼。1912到1949，他蒋介石来流亡来台湾是麦帅一号命令代管，借尸还魂，吼，这鬼拢罪恶啊，设下政治炼狱的共犯，以上，足济哦，啊，你看，这拢是，我看到，这徛上久啊，伊就是要甲中华民国用台湾的名义。就地合法哦，就要搞独立啊！哈、哦，啊，这拢明知故犯，哦，这啊，这嘞，行唔对路，啊，这就是20，迄就是马英九哦，伊要上任的时阵，上台湾自己当局局长，迄职务的时阵，挂伫个因的总统府内底，就是叫龙一经哦，挂伫个壁呀，哦，这都因嘛要成立民政府，哦，你行唔对的。哦，这东西，这尤其这个啊，这网络看会到的，这个也是不对的，就地合法，这违反国际战争法，要把中华民国以台湾名义就地合法，这是违反战争法哈、哦。这东西哈、哦，严重延误台湾国际地位化、地位正常化的时间。哦，你可以聪明一时，绝不要糊涂一世，这句话要记得。哦，过来，一个唱白调，唱反调，都是在维护中华民国武装难民继续奴役台湾。你新闻要看，你也看得知，一个唱白调，一个唱黑调，要不要创啊？维护他，继续啊，搁甲恁骗骗投票，伊就会用甲美国讲，你看我搁较济台湾人支持阮啊，所以互阮继续留落来，愿意吗？各位台湾同意中华民国继续统治咱吗？对啊，吼。聪明一时哈，回到历史的原点，检验消失的中华民国，了解台湾民政府法理背景。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根据万国公法，逐步完成台湾主权的建构哈。1895年，哈关条约的马关条约哈，拥有台湾哦，完成台湾主权的建构，开庆尼哦，征服这個西半部、东半部了哈，这高山的所在。因为台西帝国的迄个武力吼，非常的薄弱，伊要甲征服这个所在无多，伊是美国甲大日本帝国建议讲，因为这些拢部落嘛，吼、哦，美国当初伊拓荒的时阵，伊就是用战争法，甲迄个印第安人的部落甲征服 conquest 吼、哦，征服了也比照这个方向，庆尼开庆尼哦，你看高山义勇军的名位对来，爱看就知吼。哦台湾帝国武力较强，开庆尼的，拍庆尼，而且个北白川亲王个镇西伫遮，叫台湾人拍死的，伫遮吼。1937年皇民化，说日本话取日本名，迄意义伫对，因为一个国家伊个政策，包括法令、文字，吼，包括口语咧讲，大家一定爱听有，所以日本话，吼，讲日本语。和日本名，哦，这和的这意义就是伫遮吼，哎、哦，大家做一个同化，较袂有一个隔阂，讲我这政令要落来，文字落来，大家看，才看有讲，哎、欸，顶头落来政府命令，吼、哦，实施的行政内容，一看才知影讲，哎、欸，我看有啊，我袂讲看日本语，怎大家看，哎、欸，懵懵标标，看无，吼、哦。1945年4月7日，天皇诏书吼，实施大日本帝国明治宪法。服兵役参政，
把咱当作家己人啊吼，正式吼。台湾自1945年四月初一开始，已经是金皇天皇的迄个陛金上陛下的领土，因此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一定确认啊吼。诏书伫遮，大家有看吼，诏书权力足大的吼。银行券跟钞票是公开的正式文件吼。颁布宪法之前的使用的银行券，一下台湾银行券了后，再使用啥日本银行兑换券，哦，这行宪，因为这公开正式文件包括钞票，不可以随便印，伊必须要按照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来做处理哈。台湾帝国大皇帝交陛下颁布行宪诏书，以万国公法成为行宪不可。被分割的国土哈啊，台湾政府官网，台湾民政府的官网你也来记得哈。你若讲这段歌记袂掉，我给你搜寻引擎来拍台湾民政府官网，吼，我这几个手机来拍才找有哈。大日本国金上陛下持有台湾所有权状，对一类哈。下关条约，这台都有写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伊遐个英文甲日文看无诶，即因个外交部浮水印，吼、哦，即、這个你要背看，规个我是摕部分来看吼，讲啊足清楚诶吼、哦。啊，白波，白波是只绿色诶，这是高山东半部，即种部落嘛。啊，所以咧大清帝国伊敢即地呢啊，即叫做六个屯垦区，吼、哦，毋是伊个领土，伊是来只抽油水诶。哦，这大家看面色嘛，这就是咱的平埔的妈妈哈，呀、哦，福尔摩沙，哦，地图的名叫做福尔摩沙，福尔摩沙才是咱正港的名。我现在叫台湾，我们现在在政治炼狱里面，所以我们的代号叫台湾。等哪参详阿扁啊，这样入去港马地，伊敢叫阿扁啊？1020啊，叫啥？结合嘛，但是伊个名伫干嘛的底，他的名字没办法直接叫出来，弄一个代号哈。那个屯垦区两年关三年满哈，甲看用战争征服的手段方式啊哈，开七年征服哥沙，完成福尔摩沙全岛纳入领土范围。塞德克巴莱惨剧的凶手啊，清国，清国伊就交代袂清楚，伊战败嘛。啊！甲台湾朋友永远挂念哦，大日本帝国大皇帝。但是你到这时，伊敢有甲高沙讲无？伊甲屯垦区六个屯垦区尔，伊负责个。啊，高沙的部分呢，伊甲当作化外之地，讲甲伊拢无关系。尤其是两战最重要的世界大事吼，即、是丹霞之盟吼，甲、迄个牡丹社事件。大家有兴趣吼，会用去维基百科网络去查这两件事件。清国非伊个外交官非常的贵，伊讲他这个地方吼，这两个所在拢是化外之地，法与不法，互恁家己去处理。伊清国伊拢甲遮东半部的画甲清清，所以台湾全岛对伊来讲根本是殖民地，尤其是对东半部的高沙部落是非常的侵蚀哦。要讲。大日本太平旗跟台湾的彩虹墙决定同时出现在一个天空哦，这大概拢有啊。好、哦、啊，咱迄个机长吼，伊、是迄个马卡道主，伊讲住咧水边的帆，哎、那个帆吼、其实是英文的 foreigner， 清国甲起来直接帆，变作帆，其实帆的意思是啥？对来讲是外国，外国人才叫做帆，哦比如你在本美国国旗的时候讲了啥？德哥道菜刀由来对，你知啊？1915年的大大明慈悲国，吼、哦，你要搁看德哥道菜刀，德哥道菜刀哇，吼、哦，这是大日本帝国军政时期最后一个事件，吼、哦。再讲西莱安事件，吼、哦。1915年，大日本帝国台湾岛内的西莱安事件起获的器械照片，上面还有大明慈悲国的旗帜。这台湾起初革命都在扯结大明，哈、哦，这是东明王国
愚民教育的成果展，德国道赛都艺术啥草莽起义革命啊，哦，所以咱爱用正式的哦旗杆来挂哦，莫用德国。朝鲜皇帝将领土管辖权永久让与大日本国大皇帝主要依据一对，底下这叫做日韩并合条约哈、哦。日韩并合条约，咱诶，甲前伫网络上我也可以查哈，一记一下下。大韩国玺，这是大韩国玺哦。这是由1910年的8月22日啊、哦，由总理李元用跟日本代表室内正义签订的，将朝鲜全部统治权永久让与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在1910年8月29日公告，哦，非常重要。这来对龙武哈，这唐老龙讲啊。台湾人加入大日本帝国是依据高于宪法的天皇诏书，诏书哎、欸，哎呀、啊，昭和陛下用诏书把所有的台湾人纳入大日本帝国臣民的行列，哈、哦，诏书足重要的重点的一些哈，伊咧内底有一个外务大臣崇光葵的一些，哦。伊在签投降书的时阵，伊有两个新闻，咱拢知嘛吼。哎，伫遮诏书嘛有出现吼。1945年7月7日兴宪日之前使用的台湾银行券，1942年用的吼，咧放大版，给大家学员来看吼。要看台湾银行券。1945年7月7日兴宪了后，伊用的吼，咧看遮较清吼，日本银行兑换券。哦，这券爱看清楚哦，哦，那券莫阁写唔对字啊，哦，放大版的，诶，甲内地拢同款吼，甲咱的内地，咱的内地对，对，哦，咱内地唔是伫个因迄边，迄是因咧讲因的代志，跟我们没关系。因阿讲内地哦，不好意思，那是你的内地，我的内地在本州四国九州哈，要、哦、看清楚哦，哈、哦，券甲卷。这是我已经看足久啊！这是网络一个东西吼，一直咧讲，我规期大家伫校园伫，遮拢也教清楚吼。券，公益彩券啊，唔知安怎讲券的吼，去查公益彩券的券，网络看嘛，有莫不要再写错字，尤其是咱讲法律的，咱讲法律的写唔对伊，闹亏啊！你讲的法律拢无效，因为你写错字啊。哦，券，下骹一个得啊，卷，考试卷。哦，会加更起来。哦，爱记嘞，劝卷爱分清楚，解读应该唔对嘛，咱个正名。好、哦，过来，再见啊，再见。我在桃园，我在讲电话，再联络的再对决再，记得呀。再一次犯错再联络，重复的动作再做一次再来。这再甲再要分，这地点 in。再就是 once more again， 都爱记得啊！哦，你都写未写唔对伊啊？咱讲法律吼，伫写文字的时阵，即四个字吼爱分清楚，无写唔对伊是讲会在漏开吼，爱注意哦！吼、哦，好，凋谢冇用呢，这种最近有用来吼，但是还没正式发行，为啥会未付啊？哦，所以有拍空。哦，完全一样，有加盖，因为赶工嘛，所以红色纸张用长的人工的。日本帝国台湾总统府的大印，还搁伫地。哦，所以讲今年的迎新会文稿内底吼，内底有一句话吼，决定日属台湾返还日本天皇者是谁？美国总统。哦，决定日属台湾最终。地位是上金上陛下，哦，足重要诶。诶，今年诶迎新会文稿吼，大家也有机会啊，再看起来看卖啊，咱网站还有，再查开来看，啊，看清楚，拢非常清楚吼、哦，重点拢伫面顶。日本帝国台湾诶兴盛纪念日当时1945年4月7日，所以当年4月7日啥，是大日本帝国固有新政令会计年度的开始，基本上先吼。哎，给的愚人节当时12月25号，4月1号那是法国人的愚人节，
那请问在座大家是法国人吗？不是嘛？所以咱在过节日的时候，大家就想起来，我们的身份是法国人啊，是法国人，你就过愚人节四月一号。咱是台湾帝国大人，咱的愚人节就是12月25号。为什么？给咱骗啊！中华民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全台湾人根本因台北骗人的假节日啊！乌白改，足济哦，甲咱乌白改，算当然。哦，巴黎台湾揭发流亡难民罪状公布哦，足济啊！咱慢慢看哦，纵横。1940年起火，啊伊挂掉啊未？起一个啊，徛几排，讲诶伊开诶，对吗？哦，过来，嘉南大郡主要城市基隆、台北、台中、台南水稻计划建设一起上开的，滨野弥四郎，哦，伊伫明治29年9月4号开足侪年的期间吼，大家网络上咧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哦，内地千叶县的土木部技师。台北自来水博物馆，这嘛盖啊，去用盖吼。伊讲迄个是哦，巴尔顿甲滨野弥四郎合作，全台卫生工程与台北自来水建设调查工作，留下很多谎言吼。迄时阵全国人根本都唔知啥叫自来水系统，根本都唔知啦。哦，你要开数十年调查规划，1907年巴尔顿先生建议。哦，在公馆观音山桥下新店溪畔建取水口，引取原水，啊，经过迄个观音山净水厂落去，哦，啊，看啊，十几年建设，啊，伊讲刘铭传挖古井，加搞挖这古井，哎，睁眼说瞎话嘛，吼、哦，来，啊，看吼、哦，在一班呢，当时1909年呢。以前中华民国伫对，清国嘛早啊，1895年的挂牛啊，燕王挂牛啊，1909年刘铭传伫乌古镇哦，我看嘛咧，哦，12万人叫做台北水源地曼绿厂，哦，所以咱会当听个讲，哎，因以前拄啊来时，因咧外，人讲咧外省兵吼，哦，迄、那个清朝时去五金行买一个水龙头，啊个擦。我无水，无水还走去五金行甲人花，无知啊！所以全国人伊敢知影自来水系统，唔知哦。迄高雄也高山盐埕甲前镇，哦，迄是当初全国的时阵的聚落。啊，永兴除了出现哦，伊这有三个阶段：哈马星，哦，这慢慢看我要紧吼。哦，哈马星甲鼓山，迄是大日本帝国的时阵。发展起来吼，安平古堡，迄叫用怪吼，你要看，原来比个正从五位，哦，滨田弥兵卫吴勇之子，考掉诶，刻安平古堡，哦，就搞诶，就搞讲盖吼，你呾慢慢甲看吼，诶，网络再去查吼，我时间关系暂时做安尼介绍吼，我维基百科就看得到。哦，这是因的文件，叫人把所有日据时代遗迹拢给考考掉哈、哦，消灭日本人。哦，厅长陈尚文，我点名哈、哦，你发的文，桃园都看得到。哦，什么中烈士？这是桃园神社呢。哦，这个看咧，桥墩，我靠，阿摩托来电那代理就，中华民国23年10月竣工，日本帝国的时间呢？请问中华民国伫对？啊，佫敢公开伫遐公开的谎言吼，内地对，咱当然知吼，你也佮看有啥哦？内地人、本岛人、高沙族，这是台本地高一时阵的报纸吼。征兵实行文，台湾本岛人含高沙征兵制吼，啊看吼。但国际地位正常化，中华民国无权利出卖台湾。假使台湾是中华民国一部分，为啥两个受降单位？啊，中国钱为啥无法度伫台湾使用？因为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吼、哦，两个。太平洋战区加中国战区，
两个受降单位吼。你啊看哦，伊只面顶有写吼，你啊个国美国国旗两位啊，台湾光复哦，中国战区为虾米？因为美国新条旗意属于讲伊个美国的军事占领分配占领权何上？中华民国吗？唔是哦，蒋介石元帅。因为当初历史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有三个政府，中国迄、那个南京叫做汪兆民，迄、那个是全世界合法的政府。哦，过来两个叛军，蒋介石重庆甲毛泽东延安。迄、那个汪兆民伊是当初中华民国诶正式诶南京政府，伊是对谁宣战？对英国、对美国，就是对同盟国宣战，很特别吧？中华民国是对英国、美国同盟国宣战，所以会非常重要的所在哈，足趣味的。啊，根据国际战争法定义，1945年十月二五是啥？光复节吗？不是哦，交战国军事占领日，哈，是接受投降，不是台湾光复。啊，伊刚才讲讲中国战区。真实的吼，1941年十二月初八，甲1945年九月初二，大战期间中国军唔捌来过台湾吼。去年的六月初九，主席报报吼，美国中情局1949年文件指出，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是大日本帝国的国土。这部分这看得知吼，你要看中国政府1937年，这张为啥无伫台湾使用？奈用这张，1946年，吼、哦，咱甲大日本帝国迄时阵来用的，咱就知吼、哦，因为这是占领区，吼、哦，同款这两条，代理占领，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吼、哦，日本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啊，这正义女神一把就砍起来，不会因为你的人的身份吼、哦，给你做任何特别的判。崇光葵，吼、哦。也新闻两位 ，The Empire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哦，天皇、金上陛下跟日本政府，哦，要查太平洋战争，你就知影，甲咱大日本帝国同款统一阵线的，吼、哦，伫这边，吼、哦，这几方是，吼、哦，啊，你也要看这边，我看汪兆民，好、哦、个。各位啥？爱新觉罗溥仪，满洲国，哦，满洲国基本上是占领地啊。大日本帝国对占领地，伊是要帮助清国建立一个正常的国家，唔是底下挑地占领，伊是根据万国公法，吼、哦，甲规个中国要正常。因为当初1922年华盛顿海军协定内底就讲讲东亚整个秩序维持是交由日本。就是大日本帝国来做责任，主要责任的承担，哦，他的当时的地位是等于现在美国的地位是一样的，因为当初美国，大日本帝国的武力是全世界第一名，美国才排第三名，哦，台北公会堂外面，哦，发生什么事情？抗议吗？不是哦，哦，这照相机是受降典礼，哈，啊，看，接着看。这英国的国旗，哦，这女王迄、那个海军的蒋介石元帅海军军旗，这美国国旗甲苏联的国旗，哈、哦。地点是对，还佫办另外一张，意义伫对哦。你啊看，中国战区彩色版的蒋介石元帅，哈、哦。1945年的9月9号了，为啥是安尼？哈、哦，骗鬼的。鬼牌坊，藏匿多少谎言跟蒙蔽的真相？台湾人都有讲过啊。这台国放大版，美国国旗写唔对啊。这两个，哦，伊当初1915年，伊的教科书就讲啊，伊的国旗是五条线的哈、哦。这是海军军旗，好、哦。伊当时改国旗啊，1954年，因的法院改国旗。那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施行了，才改，哦，所以有问题哦。你要看啊，海军军旗这样，元帅旗、陆军旗，伊国旗中啊，哦，假，真的假，
国歌、党歌，这张麦克阿瑟对蒋宋美龄啊，这张，那呢？哎呀，哦，《新台湾论》41页，1951年5月5号，麦克阿瑟以群主共哦，所以怎样？在听证会来都有共用，法理上台湾人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Logistically, Formosa is still a part of Empire of Japan。好，也都有共啊哈。啊，431页，好，行政命令是这样，节参事第01297号命令，擅自把本土台湾人日本国籍集体规划成中华民国国籍，违反什么国际法、海牙公约跟日内瓦公约来对什么内容？军事占领不改变占领地主权，不改变人民国籍的法规，公然违法哈、哦？为什么两个受降单位？哦，智慧判断用法理解读，该懂该懂哦。好，过来太平洋战区、中国战区哈、哦，何应钦跟陈仪哦，他是麦克阿瑟用一号命令由蒋介石代表盟军投降。哦，太平洋战区，我一个就牵涉，这个是美国的影片，哦，把它截录出来，整个区域。阿公阿嬷日本人，阿爸阿母日本人，为啥变台湾美国人？有一句话俗语讲啊，足好诶，吼、哦，人阿衰，政府啊，菜鸡啊，对啊，吼、哦，搁骗落，搁继续骗，好、哦，孙仔就变安尼，苦鸡。诶，用改变，我他有讲吼，苏联因为苏联有一个示范啊，甲17000名日本居民为北方四岛甲再造进行拓殖，违反国际战争法啊。蒋介石伊就被比照办理啊，吼，甲再造在后壁拢有哦，由片面决定，所以没收嘛，随身炸1000块呢。国籍就叫改啊，吼，要用改变身份，伊无法度甲你全部消灭，无法度用船再造，伊就甲你的身份改做因集体规划，无条件，伊嘛无讲两年等候期，直接改，改就无去啊，因为大家拢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就看无啊，看无你台湾国际地位变啊正常化，就是爱用台湾政府晶片身份证证明我是。被占领区域的人民，那你才有法度哈，脱离政治线、政治炼狱。哦，这是戒严令。哦，迷失68年，就是这张哈，节参事第01297号命信政训令哈。四万换一块当时，1949年6月15日哦，你要看伊有大意无？镜头内底嘛做伙看哈。40000换1块伫遮，因个有报纸刊出来，公然吼，甲咱换啊，所以转型正义为啥要甲40000换10块，就是安尼来换回来，恢复转型正义是好事，为什么？恢复原状，哦，叫做转型正义，哦，伊讲甲咱白色恐怖啊，伊庆记的为遮来21师，21师的一个台湾的关东军的庆记。甲请收起用，大台湾人哦，清泉岗基地的升旗典礼啊，看足趣味的吼，一高一低，吼、哦、一高一低，伊是为者正常是安尼吼，美国国旗这土博的国旗爱做伙上去，唔是像安尼，这叫做钻法律漏洞哦，正讲是安，这是当时52年，就是1963年这样的切背吼。哦富田质量，哦，这三个阶段，过去、现在、甲未来，当好好，谢谢。好，啊，今仔就上课到这。各位同学下课休息10分钟，各位同学下课休息10分钟，谢谢。